师交代，你玩过家家吗？玩过啊，你这么严肃干什么？哇哦，玩过家家怎么了？你好，我来面试的。我先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觉得员工的忠诚和能力哪个最重要？当然是忠诚。好，说说你的理由。因为我什么都不会。不对，你在干嘛？没有啊，我在工作呢。我都看见了，把东西交出来吧。哼，居然看这种书，我给你烧了。老板，我什么都没看，我在认真工作呢。嗯，很好。那么下车呢？拿过来，我帮你一块烧了。同学们，家里的东西坏了，需要修理。那么修理需要哪些工具呢？扳手、锤子。嗯，说的对。桌椅板，桌椅板能修理什么呀？我妈妈说能修理我爸爸。阿斌，危险！差点就出大事了。这时候蒸汽腺有运动神经，这车子真是太没风度了。微信点击添加朋友，点击公众号，搜索哈皮一家人，添加关注，拯救各种不开心。看完记得点赞分享哦。